好啦，翻嚟 Taste Team Money 啦，頭先就即場解答咗四條衫啦嚇，嗰、那個表現啦，而家係14.7嚇，自己排隊啦嚇。如果中意博只恒大嘅話，嗱呢個時間小炒王國咧請嚟火燎心啊，火燎心早晨。早晨啊，各位。系火燎心近期好红喎、哦，喺电视见到你、哦，咁咧就讲下香港楼市吓、哦。咁嚟嗱，咁 Taste Money 嘅观众都等你好耐啦，系咪都要解答下而家即系香港楼市嘅最新嘅情况啊？火燎心。唔系最新嘅情况，咁当然其实睇新楼嗰度都睇到个热刺嗰、那个、那个情况啦。想讲讲就系、是、即系开始新楼咧，就由开始慢慢有发展商俾你嘅一案加二案，等你上到楼咧，而、家已经去到进取到咧一案咧就已经借80%俾你。系。咁啊唔使过压力测试啦，拣啲成。全條數是問財仔借啦，咁再簡單啲就係將一啲本身上唔到嘅樓，就赤裸裸地令到你可以上到樓啦。咁、但係就兩三年後先至攞到個單位啦。咁即係話，你而家買咧，其實好多人咧，即係你問翻排咁多隊個乜乜亂嗰啲咧，咁你排咁長。可以講同性戀，有冇錯？有冇錯啊？有冇錯？唔關小炒王事啊！係啦，咁你會見到即係講真就大家真係要好小心計翻條數，三年後你博緊啲乜嘢咯？你話三年後哦，佢一定升嘅，咁有冇人咁準睇三年後嘅事啊？真係即係呢一樣嘢，仲要係你創緊新高嗰陣時候。你走嚟去睇三年后仲会升、哦，股神都未必得啦。即如果你话创紧新低，我睇三年后会升，咁你都 make sense 喎、哦，真系 make sense 喎、哦。我赞成你去买、哦，你唔好睇数据，你创新低，你三年后你抵博啊，你净系买大细，你都唔系净系50/50咁简单嘅，即你有机会少少嘢你就会爆升嘅。咁但系如果你创新高就唔同啦，调翻转，你少少嘢就会暴跌咯。系。咁呢件事，我覺得買嗰啲人唔好俾畫面，唔好俾身邊嘅人，唔好俾阿爸阿媽影響咗咯。即係因為一層樓可以輸一世嘅，即係唔同股票啊，你輸咗有得止蝕噶嘛。樓唔同嘅喎、哦，喂，如果大家有經歷過海嘯嗰陣時候，講真，好多人放等樓出嚟係冇承接嘅。係。係啊，有唔少人即係而家啊，係啊，我捱過海嘯，其實我話俾你聽啊，我諗至少有。两成嘅读者系因为即系反弹得太快，同埋嗰阵时放唔出而揸到而家咯。如果个经济下一次唔系咁好彩，全世界印银纸去救翻嘅话咧，其实你系有机会经历到咧一路一路跌，你都一路放唔出，再一路跌咯。因为到时唔系 V 型反弹嘛，系 L 型啊嘛。我而家咧，之前即係有線就將乜乜亂啊，同埋以前浩劫灣啊嗰、那個排隊嘅情況啦，跟住兩邊經紀啊、買嘅人啊，即係嗰啲心態咧係一樣嘅，即係而家唔買就中貴啦咁樣，咁啊經紀就萬人空巷啊，即係呢啲咁嘅狀況，其實呢啲喺你心目中係咪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咧？其實最大嗰個警號咧係而家。所有嘅發展商，最大警號應該咁講，我哋成日睇住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咁去睇啊，跟住然之後就話，其實超過咗100咁，而家150幾啫，咁樣講噶嘛。咁但係因為以前咧，就其實買賣除咗新樓之外咧，二手樓都佔一定嘅比率嘅，好重要嘅比率嘅。咁你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其實基本上就講緊二手樓嗰100個屋苑嘅啫嘛。系啊，咁但系而家你谂下，买得楼嗰啲人咧，其实真系大部分，我谂80%以上都系买新楼喎。系，咁呢一样嘢系反映咗成40-50%首期买二手楼嘛。系啊，好正常，真系好正常。咁所以咧，你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嗰个点数咧，其实唔系反映紧而家个现况嘅。咁你再计翻好啦，而家嗰个即系当然你好难去比较新楼同埋旧楼嗰个。那個尺價個比率啦，因為你新啊嘛，你冇嗰個成交嗰個記錄啊嘛，咁但係你如果用翻二手樓嗰個平均嘅成交嗰個價錢，同埋一手樓平均嗰個成交嘅價錢咧，其實相差緊一倍嘅。
咁我当打埋折头啦，而家都有机会嗰、那个点数，其实二百几你唔知嘅，系啊，所以系好大嘅泡沫，呢一样嘢先系最紧要。你话嗰张相，即系当然有啲人做啦，即系谷埋晒嘅，然之后系啊，我哋每一次睇嗰个新楼咧，其实唔可以超过十个人去睇嘅，咁你咪再加埋去拱你上，即系唔系拱你，即系吸引你上车，即系你我唔使过压力测试、啊。三年后、啊，跟住同埋呢三年公式啫、啊。但系点知三年后发生咩事咧？系啊，咁你梗系吸引啦。即系我幻想到，如果我真系啱啱毕业，跟住然之后成个社会气氛都系讲紧有楼就点，跟住然之后，哇！你如果要结婚嘅话，男人一定要有层楼咁样。咁呢种嘅压力，然之后再三年公式、啊，我知我后生嘅时候我都会中招嘅。所以我就喺小炒王国嗰度真系要提醒大家，即系既然大家都系有投资开嘅，你知咩叫即系冇无限升嘅嘢，咁、就真系要计翻条数。你如果而家呢份工，一年之内你都揾唔到嘅，突然之间会炒你嘅，即系好似某间航空公司咁样，因为小炒王国好多广告，大佬将来咁系。今日已经立着咗几间啦，咁所以咧，如果好似佢哋咁样，咁突然之间经济转差，有一年嘅时间都冇一份工嘅、而你系真系供唔起嘅，咁你真系停一停，谂一谂啦，真系。系，因为最我自己听，其实一两年前都听最大嘅原因个楼市要冧，除咗话即系内地啲人走之外咧，就系、是、我哋香港人有个失业嘅情况啦，即系供唔起层楼，咁先至会出现一个拐点咁样啦。因为我哋而家香港个失业率系3.2%、3.3%呢水平系奇低噶嘛，咁所以就大家都真系差唔多全民就业嘅情况底下。其實又很難出現一個，因為時間我哋估唔到，即係同火興即係傾開啦。時間我哋係預唔到幾時會大升大跌噶嘛。咁但係只能夠從一啲嘅足跡去話俾你聽，透視到嚟緊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我都冇買嘅，即係我都覺得無謂。即係好多身邊嘅朋友都問啊，應唔應該買啊？咁即係當我識股票就會識埋樓市嗰啲噶啦嘛。其實食股票都唔係好識嘅，識少少。系啦，咁样，咁跟住我就我又只不过我系总之就觉得所有嘅资产冇一样嘢系不断咁升，咁样我就系揸住呢一个嘅信念啦，我就觉得冇一样嘢系会不停咁向上而冇向下嘅情况咁样，咁所以我就唔信咯，纯粹用唔信嘅态度去揣摩，咁样又系咪一个即系啱唔啱咧？如果咁样去谂，系即系等失业率可能系去到咩水平先至会出现一啲比较大规模嘅恐惧咧，讲真，总之好简单嘅啫，心欣，每一个人咧，一世人咧，总会经历一次咧，类似当年97至到03嗰种打击嘅，即系如果喺嗰段时间，系人都知经济唔好啊，系人都知，即系你做嗰样嘢，个个都话你傻嘅，黐线噶，即系嗰啲咧，即系当到嗰个经济低位去买楼咧，咁就啱噶啦。哦，系啊，通常啲人话唔得嗰啲，你都继续，唔使理佢。系啊，我零三年试过一次好戆居嘅事，就系年少无知。咁我当年咧系开bank房啦，喺旺角中心嗰度，即系上楼铺咁样，其实都要抌50几万装修加埋器材咁样，咁当年其实一笔好大嘅数啦，最啱啱毕业啦。咁跟住咧，我见到嗰个业主咧。是嬲我哋嘅，即係佢話：喂，我開91万嘅咋，其實咧，你哋如果肯買咧，我係啊，80万我都肯，我好記得佢嗰陣時候嗰種氣場，同埋佢嗰個樣，好似過街老鼠咁。但你要明白，係旺角中心上一層嘅上樓鋪，700尺大，27尺嘅落地玻璃，樓下嗰間嘢咧。到我哋真係頂唔順嘅時候咧，即係租金開始升啦，升到好勁嘅4倍啦，加咗樓下嗰個租金咧，其實已經去到23万嘅，嗰時05年嘅啫，係啊，跟住嗰層嘢，係啊，嗰層嘢兩三年到就係、是大概80多万升到400几万咯，風聲鶴唳，嗰時係風聲鶴唳，你真係眯埋買乜都得，但係唔係創緊新高嗰時。即係走嚟，我買啦，一定跟住啲其他嗰啲冇思想嘅
傳媒喺度講話係啊會升啊咁樣。冇私事嘅傳媒，係不過嗱咁啊2003年我都好年少無知啦，我仲走去唱 K 添，即係沙士嗰陣時，嗰陣時先我都有唱，嗰時開始先有咪套嘛，唔係啊，嗰時咪好驚去嗰啲人多地方嘅，跟住我都有去啊，係啊，跟住因為放假無聊咁冇嘢做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年少無知，如果識得去睇樓就好啦，但係冇錢啦嗰陣時，要問阿媽姐啦。其實真係必著嗰陣時問阿媽借靚仔啦，真係。係咯，夠全家。阿媽都可能話得唔得㗎嚇咁樣咯，但係會質疑啊。唔係咯。我都好肯定啊，咁樣。喂，咁我火聯新聞多一個問題啊，問你股票啊，問你之前推介過嘅696啊，仲得唔得啊？民航信息啊，696升咗好多喎，係咪你推介啊？我純粹照讀，我照讀啫喎，嚇嚇係咪？嗱，就696都升咗好多嚇，咁啊好啦，呢啲升嘅認錯咗唔怕，大佬最怕認錯咗只，係啊係啊，我啊，跌到無底深潭啊，以為你推介嗰啲係賴嘢，大佬有啲人係咁噶嘛，23.5元，咁我同佢講啦嚇，升緊1%，呢只揸得過嘅嚇，但係就都升得多。喂，咁仲有人問你只268啊，仲要唔要啊？定係抌咗佢啊？268只金蝶啊！哦，咁系继续 keep 啦，系继续 keep 啊 ，OK 啊，好啦，即系总之本身科技股其实 keep 住佢啦。哦吓，咁惊，我唔敢 keep 科技股，3.14啊，升紧1%，等下系嘛，好。等下啦，好，多謝火聯心嚇，同我哋講下樓市嗰、那個表現嚇，因為今日咧大 over 噶啦又嚇，同火聯心先要拜拜先嚇，拜拜。咁啊嗱之後咧，我哋會嚟呢、這個小炒倉嘅，之後再有雷神嗱，有咩問雷神呢就好問啦，我心目中已經有幾條問題，我要問雷神 number。喂，咁啊呢個時間我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有小炒倉。